上午最后一个，两块。我媳妇，这字我得要。那肯定字喽。那肯定字喽。没有那天，我心情非常的哇塞，非常好。昨晚带的多过两天。 这打电话给人家电话都把电话给拉黑，要吃什么时候对我老婆说你俺家对象的也有，行，对，行，俺妈俺放心，他就现在都把他来叫，把他大叫来把我机会让我都不会，你费劲，我费劲，你费劲，行，俺家多过两天，好，俺家，支持，俺支持的，我是不可能走的，求我都不可能走的，我跟你说。 哎，你说你昨天喝酒喝醉他那样，嗯，在里边一直喊雪莲雪莲，这个雪莲到底长什么样呢？你还能跟神仙一样吗？啊，就一直喊雪莲雪莲呢，就跟天上的仙女一样。大姐就把你打成那样了，就脸糊成那样，你在里边也得显着雪莲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见着雪莲的时候，她的身上的烙印在我心里面。 真的天天呀！哥，哎呀，个模特呀！娜姐呢？你就走路就成老远呀！人家是走毛裤，知道不？走毛裤，你怎么走？你那是走毛裤？娜姐都成老远呀！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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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完了，下雨了，哦，还下雨了，哎呀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，看一眼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给学良买了一杯，一共买了三杯，行，走，我知道在哪里。哎呀，还下雨呢，我冒着风雨来了，我为了见学良一面，容易吗？到了，停，快过，停，我下去，你赶紧，我也下去啊！你下去都忙，你不用想，我下去就行。你也不认识，我认识。哎，你不用想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我有点话说，你不能停，你带给他。那不行，你停！你要不带我下去，我等一下我手上打电话。啊，你必须得。那你下去不要说话啊！我肯定不说话。行。你怎么那么烦呢？嗯，我还没说两句话了，你怎么那么烦呢？就拉我走呢？你不是说来送杯奶茶吗？你跑人家屋里边怎么呢？我跟他聊两句行不行？聊什么？你自己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我有什么事？就你那点小把戏我还不知道吗？啊、嗯！我见面还没说两句话了，主要我都不想说你了。心里你心里一点数没有似的，我有什么数啊？走吧，都这样了，已经都，我下回八辈也不能叫你跟我一块来，烦死了都。